赛，邓福兴委员，还有我们的贵宾，各位社区伙伴，大家早。早。我一定要特别介绍，这是我们据点的阿公，阿公今年82岁。那我们这一次的展出是，老人的一个作品，他的回忆宝盒。那这个回忆宝盒，这个阿公我特别介绍，这个阿公，他一看到好那放影师，大东西院的放影师，所以他就特别做的他最得怀念的东西，他把它做在这个宝盒里面。所以呢，等一下请大家呢有空哦，去后面外面的静态展哦，去给我们参观一下。我们有一系列的作品，有12个作品哦在那边。所以这个是比较第一个作品。我们阿公说他在那边放电影的时候，偷偷看下面有很多爱情侣啊，看电影的时候都没认真，哎，所以他哦回忆很深刻。今天特别介绍他。那后面接着下来哈，就有什么，做西服的啦，哈，开餐厅的啦，哈，就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哈，等一下请大家去观赏一下我们的静态展，还有我们设计的书法比赛的作品。那因为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精彩，我就不多说，请大家等一下拭目以待我们的动态的节目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谢谢。